是雷奇，是我奇，是音乐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乌拉拉，今天是罗宇龙，我今天来吃豆花儿。这个地方找了好久，老子才找到，在一个医院旁边。Let's go， 来吃够，要上个楼梯，楼梯好滑嘛。哟，随便坐是吧？哎，随便坐。特别棒，到一个角落坐下，机器架起。点菜，前面去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走噻，去点菜。一碗一碗的，我要个这个皮蛋，然后这个肉。哦，我要豆花，然后我再要个这个，是肥肠是吧？我要肥肠。哦，哎，都要吧，都要吧，每个都要。每个都要。哎，这个拿过了。没有，不是有一号。啊？不一样。哦。再要个豆花，后面那桌。豆花在那里面，特别棒。这个皮蛋没人给我擂一下吗？米饭自己打。跟我那平安喜乐似的，特别棒。米饭的质量看着不得行，量很小啊。别看我点那么多，量非常小。我点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2个菜。这个凉拌豆角，很好吃。豆花不给个勺吗？我自己擂一下吧。皮蛋和辣椒，这个是茄子。垒好了，嗯，好吃，瞬间就升华。肥肠子，嗯，肥肠子也好吃，肥肠子里的小黄豆，嗯，好吃。粉丝子拌海带，这是第二种肉，我一共拿了三盘肉，我自己看都是一样的，他说不一样。这好像是葱丝儿，嗯，这个好咸啊！我们来吃豆花了，蘸料是哪个？这个倒进来吗？还是这个蘸？狗狗，有一只狗狗，特别酷。还有小豆花，嗯，不是很辣，有点像豆腐脑。它这个豆花还是比较嫩的，比豆腐脑的再硬一点，比我之前吃到的别的豆花呢再软一点，味道还不错。它这个油泼辣子比较香，豆花是不是配米饭吃的呀？加一个豆花，加一个粉蒸排骨，吃错了就重新吃。哎，好嘞。问了一下，跟我想的一样，沾上辣椒之后，再把它盖到米饭上。我说这样吃果然比我刚才那样好吃。加了一个粉蒸排骨。排骨真的香，一共吃四个。一是雷，七是我，七是我，八是我，八十六。我们今日消费86元。你吃的多吗？我吃的多呀。你吃的多了，你吃的多了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